好，下一個咧就係、是、以色列咧，就喺荷拉維夫咧有一個嘅農民嘅會議嚇 ，Farmers Conference， Agricultural Conference。咁咧就世界各地好多人都去參加呢個會議嘅，因為以色列係一個農業科技國家嚇，即係以色列嘅農業科技，我哋上一次都有講到係咩？講到嗰啲。番茄啊，即係輸出嚟嗰啲嘢啊，薯仔咁樣啊，啲蘋果啊，誒有冇記得？啊咁咧就嗱、啊，今次咧有咁嘅會議嘅時候咧，以色列軍隊就邀請同埋護送有50名嘅加薩嘅農民咧，即係阿拉伯農民咧，就嚟去以色列咧荷拉維夫咧參加呢個農業會議啊。個目標咧就係促進咧當地農業產品可以外銷，同埋咧尋求同以色列嘅專業合作啊 ，professional。所以好似話咧，其實喺加薩地方咧，佢都有種嘢啊，咁啊而家幫助佢哋種嘅嘢咧，能夠外銷出去俾其他地方啊。好啦，嗱、依個咧，除咗係幫助佢哋嘅農業之外咧，其實都有一個目的嘅，就俾人知道咧，即係加薩咧啲農產品都可以外銷嘅啊。意思即係咩？即係佢哋足夠咯，足夠咯嚇。因為外面很多人以為加薩的人呢，哎呀餓到沒東西吃啊，哎呀好慘啊，所以有些人就說要人道，要去即指責以色列呢是封鎖這個加薩啊，指責以色列呢 是不人道對待加薩的人，其實沒有這回事啊。所以今次的展覽呢請他們來，他們的農產品可以即說 你足夠啦，即說你多到可以賣俾外國啊，因此咧，其實要話俾人知咧，加薩係有嘢食，唔單止有嘢食，仲可以咧去賣俾外國嘅地方啊。啊，所以我哋祝福咧，加薩農產品能夠出口，亦都可以改善農民嘅生活啊。好，另一個咧就係、是、呢、這個差唔多係最新消息啦。嗱、啊，美國國務卿克里咧就今日就翻返嚟以色列啦，今日27號啦，佢而家應該到咗以色列噶啦。咁佢可能個目的就係促進呢兩個人能夠翻喺埋一齊和談啊。但呢幅相咧係幾年前影噶啦，即係佢哋已經有成3年時間咧，即係唔能夠坐埋一齊做和平會議噶啦。咁啊，納塔尼亞胡就話，即係無條件可以坐低開會講。即係討論和談，但阿巴斯咧一直係要有條件，有條件啊！咩條件呢？第一，以色列一定要咧話俾我知，將來我立國之後，我條邊界點樣樣嘅，你話俾我知啦咁樣。你話俾我知，我中意嘅話，開心嘅話，我就同你開會。第二咧就係、是、話，我一定要以東耶路撒冷做我首都啊！你應唔應承？唔應承，唔使開會啊。第三咧就係、是、要釋放啲巴勒斯坦囚犯啊！所以佢列咗好多咁嘅條件嘅，呢啲條件咧，梗係你開完會討論咗嘅結果嚟噶嘛。佢而家未開會，佢已經要求有結果啦。咁啊，所以一直都開唔成會啊。同埋以色列咧就喺一啲地方起屋，咁起屋嘅佢又抗議啊，所以話你起屋我就唔開會咁樣。好啦，嗱，今次咧克里已經講咗好耐咧，希望佢兩邊咧能夠坐翻埋一齊開會啊。咁啊，最近阿巴斯就放聲氣就話咧，即、就、係、是、對克里啲努力咧好有興趣咁樣啊。咁咧，美國都對以色列咧施加壓力咧，就要以色列讓步啊。咁啊，據聞啦嚇，即係以色列有可能會釋放120個巴勒斯坦囚犯啊。咁呢啲囚犯都係喺1993年嘅奧斯陸協議簽訂之前咧，嗰時被捕噶。咁咧就同埋以色列有可能都會凍結喺東耶路撒冷啲建國嘅工程啊，即係其實以色列咧講到明，即係我唔會要有啲咩先決嘅條件啊、前設嘅條件。咁但係喺美國壓力之下咧，都要以色列讓步咁樣，係啦。咁啊，阿巴斯據聞咧都會放低一啲前設條件，不過有啲分析家就係佢可能而家即係拖食啊。拖到咧9月咧，因為每年9月有個大會都開喺紐約開會噶嘛，咁咧佢想拖到嗰陣時有啲動作啊，咁係因為咧，如果而家即係美國國務卿叫你開會，你死都唔開嘅話咧，你即係唔俾面美國嗱，
咁咧，你俾美國咧，即係喺以後嘅九月聯合國大大會嗰度搞啲咩咧？咁你諗住撞猛得㗎啦。咁所以咧，昆士拉就認為咧，佢可能有一聯合大會九月又搞嘢㗎啦。咁所以而家就喺度冚住你先，即係唔好俾人一個感覺咧，佢唔願意和談。所以而家可能即係敷衍，即係啊都見下面啊，都坐低傾下啦。咁啊，你記得舊年聯合國大會咧，佢仲要爭取成為呢個觀察員國嘅，係咪？結果就通過咗啦，係啦。咁所以阿巴斯喺佢嘅心目中就係喺聯合國咧，即係搞啲咁嘅小動作咧，仲容易過坐低同以色列喺度會談。啊，會談咧就有時未必有結果。啊，但係喺外交嘅戰場咧，佢鬥你以色列咧就容易打贏，咁所以我哋一要祈禱咧就係，即係頭先幫過托尼亞胡咧就唔好中計。嗱，不如都係就住呢樣嘢祈禱啦。一樣咧就係喺加十嗰啲農民啦，佢哋嗰個嘅農產品能夠可以外銷，因為外銷其實都對佢好嘅，因為你賺多啲錢啊。你賺到錢，你對你自己的生計啊，對你的經濟生活都有改善。第二咧就係、是、呢個以巴和談咧，就今日巴係呢個克里入到以色列啦，咁即係結果點？呢兩日先知啊。可能你今晚翻去睇新聞，或者聽日睇新聞，你都可能知道即係結果係點啊。即係佢又有交呢兩日會唔會即係走埋一齊再會談？不過就算會都好啦，我哋都祈禱叫個透明亞會咧，即係唔好中計啊！即係處理啲嘢咧，即係一步一步都要好小心、好謹慎啊！好，我哋先祈禱啦，我哋先為咧係加撒啲農民祈禱啊！我哋祝福佢哋嘅農產品咧能夠出口，可以改善農民嘅生活。损害以色列的一切计划，求主你真系帮助，阿利路亚，多谢。
最后你祝福以色列嘅就必定系蒙福，就但我哋而家唔系谂到自己要蒙咩福，我哋只系希望以色列咧系不住嘅蒙福。就算我哋咧知道呢个世界上魔鬼撒旦咧系要攞好多嘅陷阱咧同我哋嘅子民发生，就算因此我哋保护你，求主你保护以色列，所以喺面对美国嘅强大压力之下，帮助以色列咧唔好做一啲违反圣经嘅妥协，因未来呢两日可能有结果，系咪呢两个人会再次坐得入嚟啊举行和谈啊？求主帮助啊，叫我得名阿胡系好苏醒，主啊你咧兴起好多代祷者为佢祈祷，主啊让佢嘅心咧都喺神嘅掌管里边，睇到佢晓得点去应付啊，甚至系佢下边嘅人。下面咧要喺談判桌，談判嘅人都求主恩待，主啊使到佢哋都能夠伏喺你嘅權柄之下，主啊你保護以色列嘅，必不打盹，必不睡覺，多謝你，讚美你，奉耶穌名祝福，阿門。